有关113年12月1日3:33在大理区所闻路716号前交通事故，经警方调查，渝南驾驶自小客沿所闻路往大明路方向行驶，自速跑神，碰撞路边停放自小客，致交通事故，驾驶下巴受伤，无酒驾情事。详细肇事原因，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。警方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身体状况，切勿疲劳驾驶，以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之安全。